大家好，我是伊丽莎白林振辉。我希望呢，台湾人呢不要再问泰国人这些蠢问题了。问什么废话？当然要学习呀、啊。可以呀、啊，来跟我念，ฉันชอบกินครี是我很可爱的意思。你自己不会上网去查哦，脑残哦。解散啦，好家好家。不然嘞，那就不要吃哦。你去死啦，然后帮我去问老天爷。按你个头了，按什么按呢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你看老娘。